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文怡，很高兴就是第一次来华视参与这么盛大的一个戏剧的演出，对。然后对于这个团队，还有未来我们的就是呈现出来的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火花，相当的期待。尤其是因为刚刚其实来这边准备的时候，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前辈们，对，好像都在开同学会一样，对。所以谢谢郭总经理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也谢谢对我们之前的三立电视台直付，就是跟郭总经理的交情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的演员一定是来这边力挺的，对。希望大家就是之后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一出《春风爱河边》，谢谢。那其实我们最近也很久没有看到郑怡的戏剧上面的演出，然后这一次愿意加入我们的《春风爱河边》，有没有期待带来什么样的表演给大家呢？什么表演就照着剧本演吧。没有了，就其实一直以来我拍八点档都是跟郭老板合作的啊。那这一次是第一次在华视，那我相信在郭老板的带领之下，一定能够替我们华视创造出另外一番新的气象啊，我们的收视率一定会步步高升的。哇，那之前就跟郑怡合作过非常多次了，那这一次要再跟他合作的话，会不会觉得不少？哦，有，因为我都有看，然后有没有会期待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在戏剧上？不要先有预设的期待，这样才会有火花。是。那这一次，因为其实跟郭老板也合作过，基本上我刚入行的第一部戏就是郭老板的，然后如果没有他的话，就不会让大家认识我。所以我说过，圈子里面有三位前辈，只要来找我，我绝对义不容辞，什么都不谈，什么都不谈，就会过来。对，然后其中一位就是郭建宏先生，所以什么话也都不用多讲了，请大家期待。而且今天主持他的老板真的是我豁出去了，完全豁出去，可以看到，可以转个身让我们大家看一下吗？这就是背面啦。没有，真的身材非常的好。的那个养眼程度也可以像这么好。那王凯先生第一次来跟我们华视合作，其实也不是第一次，之前拍过八号当铺，对，然后还有之前钟英姐上一档也是差一点点，但是这一次呢也非常开心，因为郭老板也是看着我长大的，就是映画一直非常照顾我，然后也很开心这次可以来跟这么多这么优秀的演员合作，然后大家其实就像一家人一样，包括龙哥，包括所有的演员，所以呢就很开心呢，希望这一次呢合作大家可以擦出很多的火花，尤其是他在高雄拍，因为高雄是我的老家，所以我特别有感情，希望有好的作品可以呈现给大家，谢谢。包含很多台湾的非常的亮眼哦，来扫一下哈，好，那个这里把它搬，很好，前面先转机，主力很会打